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也会不难行。阿边英雄阿边就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0800-2979-7778，现场电话0800-2979-7778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同事您订请的电话0800-2979-7778。来，咱来个听看阿宏报新闻啊、分析新闻。批判新闻，这个柯P啦，台北市长啊、那么规定讲首长啊要食饭吼，嘛爱报备哦，那么那是违规，将要解除啊，伊的这个职务啊。来，这个台北市长郭文铁下令呢，翻修市府廉政伦理伊的这个规范。那么要求政务首长啊，除了甲厝的人食饭以自顾啊，那么其他如果甲朋友啦、工会哦啊来参叙啊，那么甚至参加喜宴，拢需要爱报备，来登录。我你甲想看嘛，喜宴也都爱登录哦，这尼啊严格。人讲过去，人讲是阵啊，严官府出狗贼的。那么台北市政风处处长刘明武今日就是初三嘛吼、表示，那么台北市府将成立廉政委员会，估计伫个旧历年了后，
啊，要来启动。那么局处首长那无愿遵守啊，就不免入来支付这个团队啊，不免上班啊。那么那是违反规定，就是改职；那是涉及行政，就要移送相关的这个机关啊来处理。老明母今日受访的时阵，伫个讲，政务首长未来只有一种的这个情形，无需要登录啊来报备，也就是讲，甲厝的人食饭呐。啊，若甲厝的人食饭是食饭，啊，莫搁边啊毛，即个算讲厝内，也是讲即个朋友啊，哦，厝的就对了，毋是厝内啦。哦，厝的家属，毛另外一个朋友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食饭啊，敢若厝的人食了，感觉啊无意思啊，好点无劳力啦，啊，卫生纸的阵安尼啊，啊叫几个啊亲情嘛，啊亲情嘛叫几个朋友，你讲对不对啦？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安尼较劳力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迄要安怎？啊，所以这拢爱界定，这拢爱文明规定，甲真好势。厝内人，哦，什么叫做厝内人？你爱甲定好好啊，唔是厝内人，其他的，那么就袂使参加食饭的嘛。应该安尼才明确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常咧讲吼，无影讲吼，倒一个外迄款的啦，死狗同款问题佫走出来啦。啊，我哪会知影？对不对？啊，我是讲的顺安尼啊。啊，阮厝内厝的人啊，阮阿姑啊，阮阿姨啊，阮什么遐表姐嘛，我七姐啊八妹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嗯，我哪会知影？伊佫一个朋友拄啊讲，啊好啊，无咧做阵来去啊，我哪会知影？伊嘛唔知啊，对不对啦？若要讲理由是规大堆啦。那么伊嘛咧讲啦，吼、哦，这个老明母伊咧讲啦，目前所有局处的首长拢已经签署这个啊廉政透明的这个公约啊，接受这项规范，无接受的，那么就袂入来这个团队啦。意思就是讲，莫来上班啊啦。那么老明母表示。郭文铁上任了后无偌久，就积极要求将其就职的时阵，政务首长所签订的十大透明廉政公约。那么具体制度化，并落实，哦，并落实这个制度化呢？那么并指出。由台北市政府秘书长苏丽琼召集相关的这个局处，针对北市伊的这个现行公务人员廉政伦理的这个规范，做搁再算啊做增订就对了。那么本来伊的这个条文，那么搁增加哦，搁增加。那么老文明表示的。哦，那么台北市政府将成立廉政委员会，参与成员将由遴选委员啊来选出。那么府外的这个委员至少占一半的这个名额以上。那么如果在旧历年哦将要启动，一礼拜啊将完成增订北市的这个现行。公务人员廉政伦理以这个规范呐。那么另外，老明母伊个表示啦，伊讲那是针对吼一般的这个基层公务员吼，安尼先做，可能有侵犯到温书伊个这个义务，也即个顾虑啦吼。但是政务首长是郭文铁任用的这个人。
那么伊当然会用个严格来要求啦。目前所有伊个即个局处首长，拢已经签署廉政透明个即个公约，接受这项个即个规范啦。无接受就袂用个入来即个团队安尼啦。那么北市府其他局长，譬如讲卫生局长黄世杰、教育局长这个汤志明、民政局长纳世聪，对这个规范嘛表示认同啊，认为讲只要正常的这个报备，问题应该无大啦。那么阿黄都有讲啊，哦，你这爱国较文明的，什么做家人呢？什么做家人？哦，出来的人对不对？包括什么呀？包括的时阵啊，你啊，科比哦，诶，这个太太，伊个这个后头厝的，哦，这嘛是亲情呢，这嘛厝的人呢，所以你爱个分规定亲啊，哦，规定亲自来算家人，规定亲以外都唔是厝的人啊，那安尼先要食饭。这拢一定爱报备，拢爱报备，安尼分得清楚嘛，对唔对啦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我常常咧讲，迄规范有毛劳动啊，像阿洪拄个咧讲的，都劳动啊嘛，你讲对唔对？啊，什么做家人，含糊笼统啊，对唔对啦？安怎？嗯，啊，这个嘛，我讲结拜啊，我讲结拜就是亲人啊，亲人嘛是算家人啊，对唔对啦？是毋是？啊、来，咱这个就讲到这结束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啊，搁有科比的这个新闻啦，吼、哦。科比的新闻有够多啦，吼、哦。好嘞，到这就咱就甲结束起来。哎，有缘听一首阿宏唱的，我看，哎，这拢唱过啊，哈、哦。哎，我无醉。十里吧，哈，这不知道有唱过无？哈哈哈！啊，我到你这，再见，拜拜。我无醉今年。我也袂醉，是你的梦，才会将阮当作别人。讲什么永远无后悔，讲什么只爱阮一个。这款的花言巧语，不免对我来解释，生活袂当挽回。我无醉今年，我也袂醉，是你的梦，才会将阮当作别人。讲什么永远无后悔，讲什么只爱阮一个，这款的花言巧语，不免对我来解释，另外袂当挽回。
闪，永远无后悔。讲什么只爱阮一个。这款的花言巧语，不免对我来解释。另外，袂当挽回。